动作快啊，新队长随时都会来，你们还在这里混啊，慢吞吞的啊，我看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你还在睡啊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新队长的外号你们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再次郑重跟你们宣布，他就是辣手摧花，丧心病狂，无耻卑鄙，变态杀人魔。下士班长吴宗宪报告，阴道人数30名，除一名帮厨之外，食道人数29名，报完毕，恭请训话。军爱民，民进军，这句口号我一直都有听说，只是没想到在部队里执行的这么彻底，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拍谁啊？本寿就姐姐。啊！你起来叫本寿呀？不好意思吧。收起。军队的棉被是用来折的，不是用来盖的，你知道吗？军队的厕所是用来洗的，不是用来拉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搞不清楚啊你！你给我滚！神经病啊你！公情失落，害死本寿舅舅姐啊！你皮在痒啊？我出你们臭心操、棉被操、举光操！操操操操操操！我操死你！我操死你！我操你祖宗八代！我操死你全家！我操死你！团长，请问你是？我要来这边受教。混蛋！白痴啊！混吃等死啊！每天在干什么事情啊？我操！我操死你们全家！我操死你们祖宗八代！啊！什么棉被啊？人家是西点军校，你是西点面包啊？没吃饱是不是啊？烂透了！为什么不把土田国家就把它吃掉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蛋田啊！啊！地心散乱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！谁是执行官？有，我就知道是你啊！又是你，你最烂！你这个当头祖母尖嘴猴腮，头上长长脚底流脓，你是烂透了！是长官，干嘛？你现在用这种眼神看我，你是爱我还是恨我？爱你，爱你！再说一遍，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。我爱你。再大声一点。我爱你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用娘娘腔、同性恋。现在抱着你的软蛋，让我蹲掉100下。向外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干嘛？你这样看我，你是爱我还是恨我？报长官，我恨你。哈哈，你恨我？你要把心犯上是不是？好，没有关系，我要让你尝一尝恨我的滋味。你恨我？你爸爸是龟公，你妈妈是老鸨，你这种废子没有资格当午夜牛郎，我呸！冲锋前进！长官是闭眼吗？混账！长官，我不行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死后还将我的骨灰葬在黄花岗上啊！混账！我敢，我把你的骨灰葬在金陵湖的痰盂里，你敢怎么样？不，长官，我不能死啊！棉被，棉被，我闭嘴！还够啊！我已经受不了你们这群人渣败类。扫地之后，头戴脸盆，嘴咬袜子，左脚不穿鞋，右脚不穿袜，带枪穿内裤，30秒钟，连击一场集合，扫地。25秒，28秒，27秒，26秒，30秒，快点，3分钟，200秒。
都撞出来了，快点！哎，进口，作品都要去下了。少奇，办公大楼，少奇。